出公寓啦。I even checked in New York City. I didn't have no luck. So I'm going to SC. 我学了就是我们的四十八教啦。冲冲冲。这是属于第一排的视野耶。很特殊啊，也有一点比较。说马克思的价值理论在现在这个年代。生动化气，掌控锻炼大熔炉。这个是游泳馆，然后这个是白石活动中心，然后快递就在大伯的下面。买的咖啡到啦，有无人机小车车。今天的风还蛮大的，今天是晴天。走喽，去图书馆喽。谢谢。这里还挂了一个牌子，到宿舍喽。